场目标逃走，我们得查出他们跟踪 Bravo 火力小组的原因。 Bravo Bravo 火力小组沿路都没有遭遇反抗行动，我要快点找到当地人，我们得查出真相。嗯，哎呦哎呦，我受到攻击了，我中弹了，会死。那招怎么用啊？连续瞄准那招怎么用？跳起来，干！刚一个飞天呢，这样子。刚刚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敌人死掉的时候还很开心 ？Yippee! Yippee! 跳起来这样子，这在 happy 什么啊？躲在附近的人，这里很安全。你可以出来了。怎么会东西这边抖抖抖抖抖抖啄木鸟、哦？ Yippee！ 这里什么也没有，但绝对足以让人躲藏。站住！不准再靠近一步！哦，我不是圣三一的人，我叫罗拉，而且你的枪没有子弹，我看得出来弹膛是空的。反正撞针早就坏了，你受伤了，我得坐下来休息一下。罗拉，是吗？我叫纳迪亚。纳迪亚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又是另外一个支线。Oh my god！ 我能帮上什么忙？我的外公在晚上溜出村子。外公，他应该是去巴巴雅干女巫住的邪恶溪谷。DLC 任务，我还来不及追上他，就被入侵者抓到了。在我出生前，女巫杀了我的外婆。外公老是把复仇挂在嘴边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跑去复仇了。他会真的跑去找他？时间不多了，而且我没办法自己行动。我声音好吵哦！全新的装备，装束与弓。我往那边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组。哇，这么远啊！危险地带，我们先来一个危险地带好了啦。只这个粉红色的，晚点再说好不好？哇，谢谢你。是这个里吗？粉红色，哎、欸，怎么没有绿色的？这些记号，他们不是鳄鱼，也许是隐藏关卡。啊，这个是隐藏关卡挑战，对不对？这边也有一个洞穴。好多东西要搞、哦，天啊！还是桥下，桥下有没有洞穴？算了，我再进去看一次好了。虽然上次来过了，结束，我娘算清空了吧？耶、yeah, ，可以回报了，太棒了！单身狗洞，只有单身狗可以进来的狗洞，我了解了。这边全部都是单身狗，就跟我们现在的观众一样。啊，单身狗不分男女啊！哈、啊，你们现在聊天室的是不是都单身狗啊？是不是？好，可以直接从那边回去了。我有女朋友了，有女朋友的不算，好不好？这边先讲有女朋友的不算。洞穴清除干净了，
你可以前往那里，那边现在很安全。谢谢你，请收下这个。快点！雅各要我们保护你。快给我！但看来你不需要保护。哦，手枪瞄准。啊，这下面卡片套件，又一个我完全看不懂的东西了。什么鬼卡片套件啊？可用的任务，委托，这边有一个任务啊。找到，但是我要怎么过去这个该死的东西呢？从这边走过来，这边过去吗？还是说要从这里？我还真的跳下来啊！好冷！哇，原来可以这样跳下来啊！哦，那这样找到囚犯啊，囚犯在这里啊！我觉得我应该先站在上面，不然我会冷死，对不对？我乱讲的，我不知道。哦哟，受寒啊！你冷炸天，这边对，没错，我看到了啦，就是这里啦，上面有一个可以用那个镐子爬的啊，登山镐爬的那个路有没有？这个就是了，爬爬爬。今天会玩完吗？不会。不是这样子的。我来想一下，我们现在，哎、欸、啊，为什么又跑到这边来了？哦，这样子，当然了。吃东西台，好吃。趁机打广告有没有？哦，工商工商被发现了，原来是工商饼干埋伏了这么久，直播播了2个小时了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才开始把我们工商的啊、哦、最重要的东西交出来这样子。上面。哦，拉这边，业配，快速进入业配主题，没有，我是慢速进入业配主题。代言饼干和饮料，那个不是饮料，那个是一般的水，神仙药水，啊，没有乱讲，神仙药水是什么？哦，看到了，欸、那是敌人吧？嘿嘿嘿，啊！连叫都来不及了。Hello， 哦，好痛哦！嫩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喂，这是人。拿到什么？即显示秘密，这个是求生储藏所，地下墓穴入口。哎、欸，这是新的地区哎、欸！哇哦，原来新的地区从这边来啊、喔！新地图，哦，原来要来到新地图了、哦，原来如此，如此这般。哦，我还可以往下走、欸，我先来看一下这里好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哦，
瞬间明白了，我瞬间明白了。嗨，那个人是在睡觉吗？谁？嫩，哇，得捆呢哦！可恶，早知道我知道他在睡觉了，我就可能丢颗手榴弹给他了。可惜，可惜，没得玩了。嘿，在这边。哦，救人了，我会帮你离开这里。哦，有两个人哎，哇，是个妹子，爽。为什么觉得他这样的斗篷穿起来像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傻傻给哦，跑掉了，什么话都没跟我说，可恶。老神在在，不让你去啊！哎，不让你去啊！怎样？想走是不是？钱呢？哎，不让你去啊！啊，钱呢？快点哦！啊，不让他走吗？哎，想去哪里？早不想跟你玩了，你看起来太无趣了，趁机敲一笔啊！罗拉怎么那么笨啊？战神降临，去洗澡 ，OK？ 洗三小北七哦，快崩掉！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，就是我们要逃出去的时候，敌人应该就会过来了，有吗？啊，怎么没有上来？我这样算是成功了吗？哦，可以回任务了。啊，救完这些人质，这些人质也不跟我讲一些话，就这样子，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，这么讨人厌啊。那算了。Hello， 你好。磐石牙，哎，啊，忘记按了。我们先回任务。话说，老头一三有看到心痒痒的游戏吗？很多啊，太多太多了。今年是游戏大作年呢、欸，各种游戏大作都发售，准备要明年发售，我觉得有点扯啊。大家都在那边积2019年的啊，啊，那感觉都是积很久了嘛。相对的，我也要爆肝实况啦，这绝对要爆肝实况啊！快到了。榨干钱包，荷包熊拜拜，没办法啊，也只能这样啊。不过我甘愿买就是了。我找到你的战士了，他们都还活着。罗拉卡夫特，我开始觉得你来到我们的山谷并非偶然。我们没办法给你太多东西，但我衷心希望这能帮上你的忙。你要给我什么？渗透者新装备。哇！3000块，渗透者应该是 skin 哦，我看一下，还是武器啊？哎，看起来像武器的样子哎。渗透者。嗯，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
缩短生命值受到伤害后开始回复的延迟时间。我看一下长什么样子。啊，好啦，穿一下，穿一下，转换换不同的衣服，转换一下心情，好了哈，对不对？转换一下心情。无级步枪，射速提高，弹夹容量，装填速度。人中之龙，我是没什么兴趣啦，先讲了，好吧？哇，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气虚。如果再遇见，我肯定把你打成 B。这是一首歌吧？雪地泳装。如果有一个游戏很棒，故事剧情还在收集很多要成就要素，不过玩完要40多小时，老头会选择解完成就。玩完还是解成就？要看我对这款游戏的热爱程度吧。热爱的程度决定一切啊。罗拉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哇，你真的毛很多耶，你。我正在等一只带着入侵者动向情报的传信鸟，这是我们能否先发制人的关键。但因为那座设施的无线电塔台，这只该死的鸟似乎走失了。那玩意儿所发送出来的讯号似乎会破坏鸟类的方向感。我们负责搜集这份情报的人已经死了，为了不让他的死亡白费，我们必须拿到那则讯息。我知道你拥有和我们的猎人一样能够追踪那只蠢乌鸦的能力，你愿意帮我们吗？我会尽力。闭嘴，快点。在哪里？在前面。我看到了。那什么啊？在那边啊！把射下来。嫩。我结束了。这个任务其实不难嘛，按 Q 就找得到了。要不是没有这个 Q， 我可能找到8000年找不到吧。好家在，老头喜欢手起刀落速战速决。哦，对啊，你找到那只鸟了吗？对，找到了。找到你的鸟了。身上的讯息在这里。我终于找到你的鸟了。这就是我们要。记得要把它装回去上手，不要让它飞走了。不然这样很不好，不方便小便呐。啊，散弹枪，新武器附件，又拿了3000块。你还有没有任务啦？直接一次全部给我啊，好不好？你还有什么狗任务？好像没了。找到我的鸟了。讲得这么的，讲得这么的自然，我都不好意思听下去了。你的鸟掉了，我找到你的鸟了。追赶外公，我们要不要解下外公任务啊？我准备好我的毒箭了。哦，奥利克，奥利克，妈的，干，去死！啊啦啦啦啦啦！啊啦啦啦！啊！他妈的！豹哥不要啊！我受惊了。哦，终于派上用场了，把他扯下来。这里有条小路，已经很老旧了。很老旧了，吓死人！不止你们吓死，好不好？我也吓死了。啊，林北也吓到不要不要的。我而且没有，快没见死了。我们就乖乖拿枪好了。听得到吗？清楚的不得了。
我可以在包扎的同时监听入侵者使用的频率，如果听到有用的资讯，我会马上告诉你。这里面有人哦。哦，这边有人待过哦，还好这边有那个休息点。手枪弹药提升，步枪弹药提升。其实我觉得我有点不太想学这个，欸，可以不要吗？好吧，反正刚好两个。哎，不行哦，只能选一个，那算了。毒性箭矢。都满了，空中弹。存档存档。啊！漏尿漏尿了。老头，你受惊的那一叫，倒可以成超级留言了。你是说那个抖内，然后之后会跳出音声音的那个吗？能不能多跟我说些邪恶溪谷的事？我的族人对那个地方敬而远之，有好几个世纪了。苏联人来到这里时，曾经想在溪谷建立炮战，但他们俘虏了巴巴雅嘎，然后把他们全都逼疯了。巴巴雅嘎跟我说过关于他的事，他住在一间用鸟类双脚行走的魔法屋里面。你相信吗？有鸟类双脚的房屋？鸟类双脚的房屋。他在古拉格劳动营时，苏联人把我的外婆带到溪谷协助研究遗迹，女巫杀了他，这件事他永远忘不掉。假的啊，有这种珍奇异兽？你说的是俄国民间传说里的女巫？啊！糟糕，稳住！珍奇异兽呢？然后说，接下来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女主角罗拉呢，遇到了我们的战神克雷多斯跟他的儿子阿特罗斯。原来是联名的 DLC 啊！哎呀，罗拉，等一下，我收到一则讯息，你得听听这个。什么讯息？掩护单位请回答。我们要立刻撤退。该死！那是什么鬼？那是什么鬼？哦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那是垃圾！还公然？垃圾！你们这些垃圾！是女巫。那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个女巫说：“你们这些垃圾！你们这些垃圾！”我说在座的各位都是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有东西，战神女巫。如果老头的鸟飞走了，一定是一只老鹰。错，是一条巨龙。巨龙，请你擦两眼，多擦个两眼嘛，巨龙。这边也可以欸，有两条路可走。哦，掉下来了。哇，这样弄得到吗？我觉得这个要到那边才可以用呢。啊，要先下去，再把绳子拉过来，这样子，大概懂了。巨鹰，世界之神。有找到外公留下的其他线索吗？你还在前往溪谷的路上吗？没有，但我很快就会回头进。只要沿着峭壁旁的木栈道走就可以了，它会通往那里。好了，这是 Steam 的游戏吗？是啊。这是 Steam 的游戏啊。已经经过改造。经过改造。大红展翅，怕吓死你们。恐怖哦。嗯，啊，这个要接哪？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要接哪里欸。哦，在这里啊。有，可以。喂！
好、哦，回来了。那是回来的路啊。我们真正的要走的那条路是另外一边。巨龙会挡住镜头，对啊，还是不要随随便便把它弄出来好了，这样子你们会不方便看直播，小心一点的各位。当巨龙苏醒的时候，世界必将毁灭。有记录档吗？之后会统整，会统整成记录档，你们放心。会统整成记录档的。哦，直接上来了。然后说 ：“What the hell? Oh my god!”妈妈咪呀！啊干！我在干嘛？瘫软了。罗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罗拉，罗拉，你是不想活了吗？早点说嘛！啊！去了，各种雷惨。这边啊，这个是街上面的。我这，哦呦！原来不是往上跳啊，啊是，哦、啊、是爬这里啦，难怪我刚才掉下去。没有，先仔细看地形。有了，上来了。nice。我需要进入这寺庙，要沿着峭壁旁的木栈道走，那边应该有绳索可以使用，那条路会直接通往溪谷。他说不需要去旧寺庙，那我偏要去，我不管，直接掉下去。我们发现了新的秘密，什么秘密？求生储藏点。那是什么声音？畜生的声音。我们偏要往旧庙走啊，怎样？哇！什么鬼啊？一定有东西在那扇门后面。这是绳子哎。拉了没有用，拉啊，完全没任何反应。哦，我们捡到钱了。要是没有这个地方，没有了这座由风和岩石所塑造出来的神圣雕塑，我们早就迷途难返。我们都很熟悉那名发现侦查员是猴的故事。曾经有人来过这里。这是某种神庙，朝圣者来此朝拜。朝圣者来此朝拜。好，至少这个平衡物还有作用。拉了没什么作用呢。可恶，平衡物卡住了。嗯，哦哦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通过那扇门。哎、欸、不对啊，都不会动。哎、欸、好多这样子走路，路上会吓死路人，路人会说哇好大，还在聚拢哦。其实你可以把东西标记起来，就可以看到在 Q 上面看到，这样子吗？哦哦，要是降下闸门，就能爬到更高的地方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